经警方连日全力查缉，调阅300支民间公家监视器，发现嫌疑人已搭乘大众交通工具至台北市下车，已通报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知悉，定本案因嫌疑人身上无手机且没有个人交通工具，皆已徒步或沿骑楼躲避监视器行径，且任意穿越道路，随意搭乘公车后又下车，无逻辑反复绕行，增加监视器调阅困难，且嫌疑人与家庭关系疏离，无任何亲友联系，亦具有无家者特性，致增加侦办困难度，特予说明。